是啊，怎么算都多出一笔，到底是哪儿弄错了？没错的，你就别再算了。你怎么知道没错？因为多出来的钱是我放进去的。你放进去的？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是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快告诉我。哎，你别着急嘛，来来来，你先听我说啊，你不用担心的。 其实是这样的，周先生呢，他想开杂货铺，他叫我帮他打理。他说呢，每个月除了工资之外，年底还会分红给我的。我算过了，两三年之后啊，这样累积下去，我又能开乌秋杂货铺了。有这么好的事吗？嗯，那个周舍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可别让人家给骗了。哎，这你就不用担心了，周先生呢？ 没你想象的那么坏，那些钱呢是他给我的定金，他如果骗我的话，他还给我钱干什么？你说是吧？那就难说了。他一直打着我们西家屯那块地的主意，现在又拉拢你跟他合开杂货铺，谁知道他现在到底在想些什么？哎，这根本是两回事嘛。乌秋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我们跟那个周先生。 根本就没有什么往来，他突然拉你开杂货铺，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？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是觉得有点奇怪，但我想了一下，以他的立场来说也没有错哦。你想吧，在这个小镇上，有谁比我更清楚怎么经营杂货铺呢？现在这个铺子已经准备好了，再不久就能开张了。哎，你不信我带你去看一下，来，跟我来，跟我走啊。乌秋。啊。 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你看看，钱都在这儿，还能有什么问题啊？我也说不上来。可是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呢？我知道，我没福财那么机灵，也没你有本事。 你是不是当我是傻子啊？我做的好的话，周先生会给我工钱；我做的不好呢，他就赶我走。这么小的事，难道我自己不可以做主吗？我没这个意思。你有没有这个意思都不要紧，你只要知道，我一定会做出一番成绩来。 我不相信我不靠陈家的话，就没有办法开一间铺子出来。相信我，我会让你和金水有好日子过的。相信我，大小姐，周先生和七舅公来了，我看七舅公的脸色不怎么好，你快去看看吧。 先生，你们怎么一块来了？你问吴秋啊，看他是怎么样自作主张把陈家的两间店铺给贱卖出去的。七舅公，不可能啊！
不管家里的事我不知道，反正他是你陈家的姑爷，是你陈家的男主人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你就当众宣布，他不是你的丈夫，他所说的话全都不算数。我可以当众把这份合约给撕了。怎么了？没话讲了吧？那这件事情，你总要给我个交代吧。 七舅公，我求一定是让周蛇给骗了。你也知道他是个老实人，他见到谁都能当成朋友。七舅公，我知道你德高望重，这件事情相信你会秉公处理。你说句公道话吧。七舅公，你给我闭嘴！这没见过你这么蠢的人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跟舒言商量一下？你现在的身份是陈家的姑爷，只要在这个合约上摁下手印，不管你承不承认，都得算数，你知道吗？ 你怎么这么蠢的事你也做得出来呀？周成，这些钱还你，我给你拼了！不给了！我求你，可是我求你了！好了，顺娘，吴桥，干嘛伙计那么大？好了，我先告辞了。你啊，对了，过几天呢，我会把剩下的钱给你们送过来。不过我希望你们把地契准备好。 改天见，周成，你别走，姑爷，姑爷，放开我！没有，这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你发脾气也没有用啊！我拳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你就不能让我安安心心的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处理了？你非得把事情搞得越来越大，你才高兴吗？顺娘，我陈老板，这笔账你得给我结一下。我跟你说过了，你找周舍呀？不是，刚才周舍说这笔钱跟他没关系。 这活是你找我做的，这单子也是你签的，这笔账他一概不知。我只好来找你了。这，吴秋啊，我真的是不知道你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。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走走走走走，我去跟你接。走走走走走吧。顺娘，对不起，我怎么这么笨呢？我只想为这个家尽点力而已，我没想到事情会这样。你既然知道自己不够聪明，你为什么要擅自做主？现在事情闹成这样了，你说什么也没有用啊。七舅公当初就劝过我，说你不够聪明，要我凡事多看着你点儿。 不然，迟早会闹出事来。可是我呢，我事事都顺着你，样样都依着你。现在，你把陈家仅剩的两间店面不明不白的给卖了，我真是后悔，我真后悔，我当初为什么就不听七舅公的？顺娘，现在陈家的重担都落在我一个人的肩上，当初慧姨。 坚持不让我嫁给你，是我自己非嫁不可。如果陈家因为你给败光了，你让我怎么去见慧姨，怎么去见陈家的列祖列宗？你怎么就这么没有出息？你为什么总是让我失望呢？顺娘，你别这样。顺娘，顺娘，我。 我真的很惭愧，你是委屈你自己，让我任性的，给我自己想过的生活。可是我却连累了你，还连累了陈家。顺娘，你打我吧，你骂我吧，顺娘，你打我，你骂我啊，顺娘。顺娘。